行変動。星水风平狂，天坤筹划断，如虎相交辉，天地轰魂魄。第一道立收容，第二局绕规矩，我直接行，三心到位，今天想要这东。再高峰，一如我国高梅，两肌肉骨交形，英寒流胸；一如强烈冲击，英松不掉，是问萧索不朽。一时勇火雄青，妖人为凶。若待心菜回勇如飞，我们清又紧又威，吃不透又威又紧。五人威力高飞，轻轻一行。观天翻来云雾，两人东乡问题，因东红丸红魂未变，形成一道不死之咒，攻击变色。好，感受神经，天鸟追飞之势，不闻不见之声，哈啾。一秒超级幸福分明，一击之击是我赢了，你行之不及，你爱喊我怕冷，你不要占了地利，赢就是赢，这一生你想真够了吧，算了，行不归原处。相逢不出一生暗恋，可何法对方一生？我先来。你发贵逼人的可得了。这回我决定发你。人用一只羊刀，动物合理。这是我来此路上无伤，在他适应环境之前，你请改同款，让他安心。对吧？方才明明是我的授课，要罚你什么？为什么又变成你的罚我？我听罚你是要原因吗？阿爸，你这个渐渐自喜。安迪湾帮秀秀想一个名，总好一直叫秀秀。哈，任何像做伙的起宠物，点点，就有无王不准，学识才艺，对某些兵了，我以会学课为名。好吧，叫以会好像，什么以会西进。也是叫兵马好了，兵马回马。
爱事实证明下庭不能议兵，明日也是需要披露的。依照这样走路，咱也袂耽误正事啊。若爷不闻迄日之声，无以知晓，兵声不可不报。伊专心不闻迄日之声，决了之声，我会代你说法。那伊呢？伊的麒麟哥不正欠缺一只麒麟？杨桃疑问：伊哪里像麒麟？一直咩咩叫，那叫你米麒麟好了。先将你带回安顿再说咯。奇怪，明明是我要发言，为什么变成是我比发负责词？又为何我总是莫名的听话？你讲我只能排行第三，喂，我自然就是来尊重吧。